第二十一届澳门艺术节文艺盛事一脉相承，被誉为二十一世纪舞坛第一传奇，世界著名编舞家阿坎汗将带来创新现代舞《女者舞境》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杰出舞蹈员同台跳出现代版《巴比塔》的故事。《女者舞境》曾于北京、英国、意大利、德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上演，轰动武林。五月五号晚星期三晚上八点，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同你一起用舞蹈探究不同文化的张力。第二十一届澳门艺术节各场门票现正于广星售票网公开发售，订票热线28655。